成功是一段旅程，而不是终点，大家必须好好享受这段旅程。很多人为了自己或家人所期盼的方式而努力，不是为了追求物质的拥有，认清事实才会明白，必须不断地提高标准和目标。目标有想要的东西，看看思念的人，逛逛牵挂的地方。大江南北，风采风花雪月江北方，南方艳阳高照，辉煌城市乡村小镇小巷大道，路经山高，越过低谷，鼓励自己达成更高的目标，登上另一高峰，继续下一站里程碑。